那时候小孩子真的很会跑。你喜欢哪一只啊？你喜欢它呀？哎呀，咦，小虎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，鼻子、嘴巴、鼻子、眼睛。我们现在排队在山景林口山景排队，哎呀，这啥？吃深水塔。啊，现在要改成线上点餐。不急不急啊，就是用餐环境啊，这次点了啊功夫面是给小朋友吃的，还有玉品牛肉面妈妈吃的，再就是镇江糖醋肉排餐是我吃的。你要吃妈妈的牛肉面啊？这是糖醋肉排餐，我们都叫珍珠奶茶。孩子饿了，饿了，有一点小辣耶，宝宝。但是肚子饿了，真的是没办法，就想吃了。嗯，功夫面来了，现在弄面面给小孩吃，还吃自己的功夫面呢。吃了有点肉燥，肉燥香香啊，香菇肉燥，其实是香菇肉燥面面。看你吃都觉得很好吃啊。牛肉面的肉质其实咬起来还蛮嫩的哦。这蛤蟆菇菇汤。这糖醋的肉质也是嫩嫩的，牛肉肉是牛肉肉啊，牛肉肉哦，好吃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爸爸你要会吃哦哦。孩子现在对行李箱越来越有兴趣了，又想飞出国了吗？那么嗨。刚刚在春水堂用餐，我们就简单的分享了，拜拜。